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Mina。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参观托尔兄弟的样板房。那么这个托尔兄弟的社区呢，它是一个70万美金起的社区，居住面积呢大概都在200平米以上，2300尺到2700尺左右的居住面积，它是独栋小别墅哈。那么它位于洛杉矶西北部30英里的 Santa Clarita 这个城市。那么这个社区呢是一个铁门社区，物业费呢只有200美金每个月。我们今天来参观它的 Cambrini 这个样板房，它是4房3卫双车库，2359尺，售价呢是70万美金起。好了，跟我一起去里面参观一下吧。Thank you.
上呢就是今天的看房视频。那么托尔兄弟呢一直都非常致力于业主的舒适程度，那他在打造社区的时候呢也非常注重一个概念感。那这个社区呢它建筑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使整个社区呢变成了一个聚宝盆的形状，聚福敛财，非常适合业主哈。那如果你对这栋户型感兴趣的话，要尽快联系我喽。虽然目前是售罄状态，但是下一期的房源很快就会推出，要抢先机得到这个非常好价钱的托尔兄弟的全新现代化二层小别墅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赞。我是Mina，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